古帝王祭天立极，抚育寰宇，必建立原楚，巩固国本，以免宗社无疆之修。朕夙夜兢兢，仰为祖宗磨烈昭垂，负托至重，诚挑衍庆，端在元良。嫡孙朱瞻基，日表英奇，天资翠美，兹恪遵皇帝慈命，在基典礼，福顺舆情，谨告宗庙天地社稷，于永乐十九年受朱瞻基以册宝，立为皇太孙，以重万年之统，以系四海之心。臣朱瞻基领旨谢恩。之载乾坤易得，成天之路，得地之福，非以地德，无以生万物，辅以天威，堪足于雨露，故曰敌体相辅身，白首相承，稽查古籍，周兴于江，凤鸣岐山，渭水流焉，是又命使奉金册，授胡氏为太孙妃，孙氏为太孙嫔，共成宗庙，以安社稷，以告天下，备成家礼，群贤毕集，于
出了二月二，我就该随皇上出关了。到那会儿呢，你要多去我爹那儿走动走动。我娘总说，你熬得要火候正好，劳你费心了。怎么说话那么客气呢？不虚你说，我也会好好伺候的。嗯，说起来，太子爷是经常客气的，总让我不好意思。我爹这人就这样。爷爷总说，我爹是阴沟里边蹦出的棉花球，宫里出了这么一个谦谦君子，爷爷怎么看都不舒服。不过呢，话说回来，论功，叫声太子爷没毛病，但私底下，还是得叫爹。算了，不强求你了。我自己觉得是个不祥之人，并不是对太子爷有什么成见。不祥，这是克鲁伦河，每到六月份就涨水，水大的时候，两边的山都会被淹没。如果你进兵到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河的上游，用当年韩信的兵法，塞住流水，重兵驱赶，上游放水，哼，总可以送你去喂鱼虾了。哎，我还没说话呢。这是绝杀。我在上方布上红衣大炮阵地，封锁全境，辎重车拆开木板，可以做临时居所和水上的筏子。涨水之期不足半月，一旦水涝，我仍旧进退自如。这是文人点兵，突发奇想。真正打起来，哪顾得了这些？当朝皇帝可是用骑兵一对一把你们轰回去，一味的自夸勇猛，岂不可笑？当年对战之时，他遇到的都是没了士气的兵将，如今到这儿来打，不一样。草原是我们的故乡，离开这些水草，无处藏身。那个时候的士气军心，你再看看吧。我让你耍赖。华赢了，还不赶快上来！华赢了，华赢了，即刻起！快点！全军戒备，立即发扬！要骑兵不能吃软，是小军必先冷静。军备太过缺乏，蔡遵刀！不必多礼，坐。马正到了吗？在，太孙请吩咐。军医官、军令官，在在。皇上赐我权限，越级检查，药品、人吃的、马吃的，都备足了吗？禀太孙，根据以往的经验，4400名军医加上各类药物，足服6个月使用。这次把3000营好的养马官都带上，马医有60人。部队开拔，天气炎热。
诸葛行军散、避瘟丹、止血散、风寒散、金疮药，给我调成小包。行军途中每隔十里设一站，让士兵们自取。是。调好之后拿来我看，不得敷衍了事，尤其是金疮药和止血散。战场上每伤一个人，我得分派两个人去照顾。医官做得不到位，战力会大打折扣。太孙，我这人手不够，现在还都是成品药材，要是磨成粉，分成包再发下去，还需要两个月。谁都管我要两个月的时间，这仗还打不打？一出长城必须做好。关外的气候白天炎热，夜晚阴寒，新兵根本受不了。做不到，提头来见。请太孙的事，是否可以把风寒散先制成包发下去？那是太医院的方子，行军打仗最是有用。准了。是。马政这边要派出一支队伍，作为先锋队，找到合适的地形扎马厩。前两次夜里炸营，早上起来几千匹战马跑得干干净净，这一次要格外小心。还有，战马夜里要加盐加料，别等我冲锋陷阵的时候，马跑不起来。我这边人手不足，但是照顾后面的驼马，人手已经不够了。人手不够就去招，战马是部队的腿，真出了事儿，军法无情。是。我刚才沿途过来，一路军队喧哗，不少马车上放着大大小小的箱子，都是军官的行李。出门打仗，带这么多行李干嘛？死了国家给棺材。哼。一出长城就是六个字：扎硬寨，打死仗。什么叫硬寨？寨前寨后挖三道壕沟，前壕、中壕、后壕。前壕、后壕宽四丈，深一丈；中壕深八尺，宽一丈。壕底插满竹签，不得敷衍，不得偷懒，不得侥幸，哪怕只住一晚，也得挖。鹿角、巨马、营车、火药，给我按规矩放好，稍有闪失，我先打你军令官。是。打死仗，就是要以死相逼。两军对垒，勇者胜。扎硬寨、打死仗是我明军的风范，诸位莫忘。是。散了。太孙，你这个小小的弼马温，刚才笑什么？我笑你威风啊！这么一会儿功夫，得罪了这么多人，自愧不如。皇上吩咐了，我能怎么办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我在队伍里做个小马夫，看到的多。现在这些军官，很多是从靖难时期过来的，一个个都发了财。说起来，马政有那么多人，其实下面吃空饷的很厉害，一半都不够。皇上是靠这支部队起家的，未必不知道。现在战争在即，想要狠狠地整改一次都做不到。皇上身边没有说真话的人，得罪就得罪了，总好过打败仗。倒是你，下次再让我看见你冷笑，我就先抽你一顿鞭子。你们猜猜，他什么意思？瓦剌和鞑靼本来就不和，我们在他们身上可没少花银子，所以我想，这个瓦剌的首领要来，他一来是想要探探大明的底儿，二来是想看看大明到底要打算对付谁。我看要不这样，我们先把他稳住，让他们配合我们灭了鞑靼，等我们回师的时候再回手收拾瓦剌。竟打如意算盘，你们说怎么样？瓦剌的首领是马哈木，这个野先是他的孙子，乳臭未干。马哈木哪敢来啊？要是被我们扣住，瓦剌部族不就一败涂地了？
二哥说的摸底大概不差，至于和我们联合起来打达达，我看未必。那也不能让他把底给摸去。听说那个野仙是草原上的名将。明天下午我见见那个野仙。爹，一个小小的首领，我见就行了。知己知彼嘛。我是不是太老了，让他起了轻慢之心？哎，长得也不够英武。要不你来吧。是。啊。反正他也不知道永乐是谁。你呢，穿上龙袍，往这一坐，好好吓唬吓唬他。我说些什么呀？我不管你说什么，让他害怕就行。哎，你们说呢？让他看看呢，大明朝的皇帝，年轻，英武，啊！到时候我就是个老兵，点完那个香，完了站在那儿伺候着皇上，啊！不食者也先觐见大明大皇帝。瓦剌部族问候大明大皇帝。瓦剌部此番来访是何用意啊？听闻大皇帝举倾国之力出征，不知有何效力之处？你倒是孝心可嘉。朕要讨伐鞑靼，这些年鞑靼多次搅扰我大明边境，掠我子民，伤我士兵，朕已经忍无可忍。这些事情你瓦剌部也有份。我部族里有些人是受了鞑靼部的勾引，绝非是首领的命令。大皇帝若肯用得着瓦剌部，我们愿做先锋。瓦剌与大明永世友好，绝无侵犯之意。先锋？你有多少人马？上上下下能战之士4000有余。4000人啊！我大军百万，不在乎你这4000人。不过你这份心意，朕领了。回去告诉你们那些混杂在鞑靼里的族人，让他们走得远远的。是。这次我还带了我爷爷马哈木，送给大皇帝的礼物：上好的战马500匹，羊2000只，请大皇帝笑纳。你爷爷为何不来？他得了病，在静养。那日从马上跌下来，已经1个月没起床了。若需要医生和药品，尽管开口。是。
大皇帝万寿无疆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樊仲，好好招待他们吃喝，厚赏银两，不可有一点怠慢之色。是，去吧。回来。你问问他，这个大明朝的大皇帝印象如何？是，去吧。这个大明朝的大皇帝印象如何？怎么还坐着呀？皇上，怎么样？他哪见过那么多银两啊？和他一起来的那些人，一边喝酒一边高喊“大皇帝万寿无疆”。我让你问的话呢？那野仙倒也有趣，他说：“大明朝皇上果然英武有为，不过旁边挎刀的那位老兵才是真英雄。”人呢？刚刚送走。这还了得？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回去？快去，把他追回来！追回来！就算马上得罪瓦剌部，也不在乎。我观他年纪轻轻，英武杀气，再有这双风尘巨眼。非要成就一番事业，这是上天要和大明作对吗？还不快去！是，我也去。
90万。没关系，随便打一仗。还可以随便呢。九文，这个赔钱。这个不要，再翻。收了，收了，哎，听说皇上在呼兰呼市温大破鞑靼金兵，这场仗啊，照这个打法，我看很快就可以回来了。哎呀，赶紧回来吧，阿弥陀佛了，我天天都要烧香。早上我又看见太子爷去兵部了，以后有什么公务就在府里办吧。难道太子爷的玉体还比不得几个兵部官员的腿吗？看看，牌小了，就开始忧国忧民了。两万，嗯，收了，又收了。哎呀，这牌真是没法打了。金口气，哎，太子妃回回都摸至尊宝，我们左右都输，我呀也只有洗牌的份儿了。到时辰了，我得去熬药了。嗯，那可深受你了啊。他呀是真不会打，我们俩接着玩。我有件为难的事儿，你帮我问问成不成？您吩咐。有人告你姑姑的状，这太我表不了啊。不过现在刚刚迁都，里里外外操心的事儿多，他也不能老懒在床上，真把自己当皇亲国戚了。我马上就去问。将来啊，你就是太子妃了。按照老百姓的规矩，长儿媳持家。如果里里外外没有一个帮手，还真不成。也是帮你自己办事儿啊。是。嗯。说太准，这件事情臣认为去吧。哦，呼兰呼市温这一仗打完了，皇上的意思是要分兵，可依我看这兵分不得呀。何止兵分不得呀，补给、军火、辎重都需要重新调整，怎么能说分就分呢？哎，你们不要附和着我说话，我劝归我劝，但是还要拿出具体的办法来。如果真的要分兵，这兵怎么分？兵部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分出左右翼，汉王和赵王带兵，皇上是要过窝难河吧？哎，窝难河这边怎么连地形地势都没有啊？自本朝以来，就没有人领兵去过窝难河以北。我们的测绘员哪里能想到皇上能走那么远？我看这兵分得好。侧翼勾连，这一左一右，像剪刀一样。大化误国？怎么大化误国？别给我扣帽子！我问你，你只看见了鞑靼的老巢，你知不知道此地水多，车辆难行？皇上要是在雨季之前打胜仗，户部还有一些把握；雨季一到，全军都得饿肚子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？以皇上现在进军的速度，到不了雨季
就班师了。书生之见？什么书生之见？我看你是懦夫之见。你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人不要再吵了，都是为国家办事，有话说话，不要伤及个人。太子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好了，你看啊，太子爷，我看是快了一点。是啊，把阿鲁台请援的折子拿来。阿鲁台去年向我们请援，说是瓦剌部杀了他们的首领本亚失里，当时他们的驻地也在这个位置。可这次皇上出征，阿鲁台的驻地向后挪了500里，你们觉得他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要出伏兵，断我后路啊！我看未必吧。就算他有反意，现在皇上的军队连胜连捷，他也不敢动吧？把最新的军报拼一下，看看他们的位置。瓦剌部在斜侧，达达部正面退却，木良哈在我右翼，阿鲁台守着我们的供给线。太子爷，这可是个口袋呀。太子爷，不要紧，那就这样决断了吧。好，来记。皇上与呼兰呼时温大破鞑靼主力，一为可喜，一为可忧。鞑靼部虽败不乱，持续退却，兀良哈与瓦剌部前行在我军左右两翼，阿鲁台残部潜伏在我军补给线上，甚为可忧。雨季将至，后勤补给不差，三部合围，我军火器难以展开，反为敌至，望皇上深思。哦，再多写上一句，皇上要即刻分兵，令左右两翼分别击退瓦剌和兀良哈部，若在六月前不能大胜，当即刻撤兵，仿诸葛孔明五丈原故事，多陈疑兵，多设营帐，多挖灶眼，伺机再出。600里加急。分兵的话，得赶紧出一个方案，我带人去整理。但是现在瓦剌到底有多少兵力？我们的情报不准，他们自称有4000-5000人，我们的情报是2000-3000人。左右一分兵，这兵怎么分呢？皇上有60万精兵，他统领中军。左右两翼各分10万，想吞下我们，他就是老母猪也撑死他。只要不下雨，我们的红衣大炮和火铳无人能敌。你们发现了没有？草原上出了一个霸主，各部族的行动是有统一调配的，他能够统筹全局，这才是最令人可怕的地方。
急惊风遇上慢郎中，这马又不是你儿子，把眼倒这么细干嘛？别人觉都不够睡，你偏偏搅得我半夜起来干活。这些都是最好的战马，年不细，明天冲锋的时候脚力不足。你还挺来劲，依我看这个战法到不了年尾就可以班师了。是吗？哼，管你有千军万马，大炮一轰，火铳、牌子枪扫过去，就算天兵天将也扫成马蜂窝了。未见得吧？这草原上很快就下雨了，火铳还能用吗？就算不用火铳和大炮，明军士气高，足可破敌。老皇帝要把这儿夺过来，这儿的各部族可是为了自己的家园作战。明军的士气高，我看未必吧。你去睡吧，今天晚上我守夜。太子爷，今天太孙妃说，能不能请兵部的官员到太子府来办公？我听着挺有道理，您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办事都是有规矩的，太子府不是兵部，我在家里开兵部会议，有人就会说太子谋权。太子妃今天也说了，此事不必在意。可规矩是人定的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北京不比南京啊，离塞外到底还是近，风又寒。哎，我去请太医。不用了，等天亮吧。我先去请太医。你回来，回来。这深更半夜的去请太医，天不亮，满宫的人都会知道一笔尽。